不过就在过了一个礼拜之后，我妈妈身上却突然出现一些很明显的肿瘤。你得到血癌，我当下就哭出来。我说怎么会？他说我这个病是非常罕见的，我觉得已经得病了就接受它，一切都听医生的安排。我现在就是很珍惜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，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离开，会好起来。那就是在去年7月的时候，我妈妈打了第一剂 AZ 疫苗，一开始都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，不像一般人那样，可能刚打完疫苗身体会暂时不舒服之类的，我妈妈都没有。不过就在过了一个礼拜之后，我妈妈身上却突然出现一些很明显的肿瘤，因此我们就立刻去医院做切片的检查。经医生检查后被告知是类似血癌的癌症，而且癌细胞已经扩散到骨髓了。那为什么说是类似血癌的癌症？是因为医生说一般血癌肿瘤是不会长到皮肤外面的，但我妈妈的却是直接长在身上，用肉眼看就可以看得到。医生同时也说这是很罕见的疾病，整间医院目前就两个病例，其中一个就是我妈妈。所以一开始我心里其实是感到蛮痛苦的，因为我妈妈平常也算是一个很健康的人，怎么会打完疫苗过一周之后身上就突然开始长莫名的肿瘤，最后被诊断为癌症。有没有关联我也不知道，毕竟我也不是专业的医学相关的人员，只是陈述一个发生在我们家中的真实情况。我想只能说是运气不好，但也幸亏病情发现的早。分享一下你怎么发现血癌的过程。刚妈超有趣的，她说她把她整个过程都记在这个本子，她说她要看稿念。在这里住院很无聊啊，就会记一些有的没有，我都把它记在这本叫我的抗癌笔记。我是去年的7月17打 AED 剂，打完都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。7月24早上起来的时候，也都看到左边这边有一个硬硬的远远的东西，一开始也是都想说不会痛，就没有理它。后来它是越来越大，然后就在8月中的时候就跑去医院做检查，他就帮我照电脑断层，照出来就说那个是腮腺肿瘤，叫我马上要开刀，开刀以后才能取里面的组织，有20%会是癌症。我那时候很乐观，我都觉得不会发生在我身上，也排好手术的日期的。然后回去被胖子打枪，刚好遇到农历7月，他就不让我去动手术，叫我再去找大医院再检查仔细一点。同时我的头上也有长瘤出来，但是那时候很小。他在等腮腺肿瘤这段期间，我先去外面的小诊所看头上这一颗，他跟我说是脂漏性皮肤炎，然后吃了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抗生素都没有比较好。刚好想说要来成大嘛，就请皮肤科看头上那个瘤，10月5号一次挂2颗，先去给耳鼻喉科看腮腺肿瘤。医生是说不用开刀也没关系，如果有影响到你咀嚼或是颜面神经，你再考虑做手术。我就先不考虑，然后就再去看皮肤科。皮肤科看到我那个瘤，他用肉眼看觉得是血管瘤，如果要正确的知道是什么病的话要切片，那天就帮我切片，叫我两个礼拜以后再过来看报告。10月19两个礼拜后，我就直接来皮肤科这边看报告。进去医生很帅又很年轻，他就很沉重的跟我解释说你的病是怎样，最后一句说你得到血癌，我当下就哭出来。我说怎么会啊，不是输血管瘤吗？然后解释完以后，他叫我继续切片，他要去试新的药。我本来就是10月19也有去跟耳鼻喉科那边排11月1号要动手术，把这个腮腺肿瘤拿掉。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，所以要提早2天先进来快筛嘛。肿瘤科是叫我礼拜2进来听报告，因为礼拜4还要来做快筛，所以我就给他拖到礼拜4，想说听报告跟快筛一起做。结果医生就骂我，你自己很严重，你都不知道，你为什么近期都没有来，怎么到现在才来？讲说一次要2件。事情一起办，这样比较有效率。你不行，你要赶快进来住院了。下午他马上又通知我要进来快筛，10月29就马上进来住院。他说是淋巴癌，又比较接近血癌。他说我这个病是非常罕见的，是因为血液基因突变引起的。成大医院10几年前也有一个病例跟我是一模一样，所以我是第二个病例。为什么会说非常罕见？因为血癌的肿瘤不会跑到皮肤外面，我是跑到皮肤外面。所以那个医生有说跟 AZ 有什么关系吗？没有，我已经很慎重问过3次了，他们都说没有关系。是巧合，所以也不是说因为打了 AZ 然后引发这个病。他们都说不是，可是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巧。我是打完疫苗一个礼拜以后才开始长腮腺肿瘤，头上的瘤，下巴这边长了很多淋巴瘤，他们都一直都说没有关系。那到现在开始化疗之后，你的心情上面有什么转变吗？我觉得已经得病了就接受它，一切都听医生的安排。我觉得化疗的过程听别人说好像很痛苦，可是我觉得不会，只是比较不方便而已。因为化疗的连续7天，每天都要打3000cc 的生理
饮食盐水，就要一直跑厕所，要拖着一个点滴杆，比较不方便而已。痛苦是还好，我现在就是很珍惜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，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离开，会好起来。医生也说我会好，对，医生有拍胸跟我们保证说这个病一定会好，因为之前那一例第一例十几年前到目前为止追踪都是健康的，没有复发，而且你化疗的整个状况也很好。我觉得你拥有健康的身体，你要真的要好好珍惜，最重要是要对自己好一点，不要太操劳自己，然后把自己身体搞坏，健康永远都是最重要。